易经研究十四，易经四传班，续卦传上篇第一卦，陈永弘。一，何谓四传？续卦传有分上下篇，上经为上篇，下经为下篇。为什么用读续卦传？因为续卦传是文王圣人所编排，井然有序。它是由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直到六十四卦的顺序：乾坤屯蒙虚宋师。为何文王圣人要如此编排？有他的道理所在。许多人读续卦传而后拍案叫绝，赞叹文王圣人的智慧高超，因为他把六十四卦安排的井然有序，而且遥遥相扣，卦卦相比邻，所以方谓续卦传。系辞传是当时孔子圣人研究易经，火候至深。孔子圣人好学不倦，教人不厌，一生竭尽心思度化众生，直到七十二岁撰写《系辞传》完成，其言义心得甚多，全记载在《系辞传》。当时唯有七十二贤人才有资格聆听《系辞传》。《系辞传》分为十六章，共有四千多言，即是孔子圣人妙智慧的结晶。说卦传，处处皆有道，处处皆有义。佛曰：一花一世界，一念一天堂。把握当下，以第一念取卦，自然可以趋吉避凶。说卦传可以以天文象而论，如干为天，震为雷，巽为风；以地理象而论，干为金，离为火，巽为木，坎为水，坤为土。以五行相生相克而论吉凶；以人物象而论，如干为手，坤为腹，震为足，巽为骨，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以动物象而论，如干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彘，艮为狗，兑为羊。以静物象而论，干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利也，艮止也，兑说也。杂卦传，其文甚短，如干刚坤柔，短短四个字，已把乾坤两个卦言述已尽。所以杂卦传是以言简意赅，深入简出，以少话多的方法来阐述。为何叫杂卦传？因为很复杂，一个卦出来又生卦动摇，宗卦、错卦、宾主卦来争生卦等等的错综变化，以一而类万，仿佛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如何在浑浊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如何在杂乱人生当中找到定力，此为杂而不乱也。二，续卦曰：有太极，然后有乾坤。
有乾坤，然后天地之未定焉，故受之以乾坤始焉。宋朝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说明无极而太极生化两仪，未动静刚柔阴阳清净经曰：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的浊，天动的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此乃两仪之化也。两仪之后而五行，金木水火土，我们都是在五行当中，而无法超脱五行，而后是肝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生化万物。所以我们的总根源是无极而来的。圣人曰：无极者太极之聚也，太极者两仪之聚也，两仪者天地之聚也，天地者万物之祖也。此段也证明万物之始是由无极而来。以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的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谓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的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的，的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太极名称的由来，太极是儒家的名称，天道是历来哲学家、文学家、宗教家所说的天道。此天道不是四生六道的天道，而是天道生化自然法则的天之道，也是五教经典中记载所言的道。上帝、佛、圣人、太极其实都是一样。咱们得到就是要了解宇宙的本体论，即是无极而后的太极。以道教而言，无极而太极；以儒教而言，亦有太极。所以道教所说的无极就是儒教所说的太极，其理亦也。咱们佛堂所供奉的二十个字是明明上帝代表耶教，无量清虚代表道教，至尊至圣代表儒教，三界十方代表佛教，万灵真宰代表回教。所以五教圣人所讲的道理，即是易经所说的无极而太极，用明明代表超乎一般的天界，以上以作为无法说的至尊至贵，也代表无极老、无生老，是宇宙万有的根源，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在大陆上是用这个字，来台湾因为受到多方因素，所以用佛像来代表，上帝都是一样的，祖先也是一样的，因为不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就分彼此了。一个人若不知道的存在就分你我，有道的人就不分彼此了。八识当中有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阿赖耶识，第八识阿赖耶识就有一阴一阳，谓之两仪。另一个说法就是因果，佛曰仙佛怕因，凡夫怕果，因缘果报而在此生变化。坤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诗曰：行善必昌，行善不昌，祖宗必有余殃；殃于尽，即昌，作恶必灭。
作恶不灭，祖宗必有余德，德于尽即灭。又曰，行善之人如春日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作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灭，日有所损。王善人曰，做事合乎道理就是善，背乎道理就是恶。把事做好就是善，把事做坏就是恶。存心功就是善，存心思就是恶。又曰，世上三大恶人，道脏不算，讲道不行道，知过不改。吃点亏就心难过，占便宜心就高兴。非分之事，知道不可做而念念不忘；非法之事，知道不可做却偷偷的做。三，为何要以肝坤观守卦？子曰，肝道成男，坤道成女。肝知大使，坤作成物。大使就是先天的，就自然有的，曰上帝、道、太极，是有物混成那个东西。但这个最接近、最容易了解的就是乾卦。坤作成物，就是坤顺着肝的顺成天，而生万物。如坤道侍奉先生，教育孩子，吃尽一切苦，默默耕耘，无怨无悔，总是以先生小孩为主，委曲求全，圆融其事。子曰，夫肝，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息，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其静也专，即是静的时候很专心一致，谓宜也。有一计可大声，大声即是贡献给别人，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无谓的奉献。其度量宽广，如宰相肚里能撑船。大声而后自然能广深，广深就是不论学道或做事业各方面，要有爱心，牺牲奉献，无怨尤的心，为了道物，为了天下众生，只想一心一意的才培人才，度化众生，由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如此叫广深。续卦传每个卦都有最好的爻及最不好的爻，最好的爻为善因，最不好的爻为恶因。我们来看第一卦干卦，干卦是纯阳之体，代表咱们的佛性，又叫金刚体，是纯善无染。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其善因为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肝为天，天有天理，的有地理，人有性理，要与天地合其德，必要找到身中的大人。儒家曰圣人，道家曰真人，佛家曰佛，即是易经说的大人。如何找到大人，一定要先来得道，才能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圣人曰，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天是一个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天是一个大道体，人是一个小道体。天地为大乾坤，人生为小乾坤。天有日月，人有二目。天有一年，人有一生。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阴阳，人有男女。天有风云雷雨，
人有喜怒哀乐，天有东西南北四方，人有耳鼻眼口四门，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地有的我们也具足。古人曰，知足常乐，知道咱们本性本来就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然而然常乐在心头。济公是一个大济公，我们是一个小济公，要如何与天地相契合，就是要化龙点睛，此龙才会飞起来。咱们是龙的传人，心中之龙要点睛，才可由求道、学道、行道、乐道，以至成道。有如神明要开光点眼，化龙舟也要点眼，才能有灵气。干卦最不好的爻是上九爻，亢龙有悔。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飞得太高，变成自以为是，亢高骄傲，目中无人。位子过高难于清净，有位而无德难于服人，自然没有后学，没有知音，没人要帮助你，所以有悔也。彖曰：大明中始，六位时辰，时辰六龙以御天。我们不但要明心见性，而且要大明中始，就是既济与未济。干卦至未济中始，就是说宇宙的起源及宇宙的终点。咱们今天为何要得求天道？因为要求宇宙的中心点。咱们今天要得求天道，因为要知道生从何来，死是从何去，所以都要知道生中的龙在哪里。六位时辰，无论你站在一、二、三、四、五、六爻都不要紧，你都不会失败。一个人走在天地人位都可以成道，那么相当是不简单，表示前辈者或后学都能成道。但是他说你要会驾驭这六条龙，遨游在六虚中，遨游在天空中，任你来去逍遥自在，无忧无虑。那么到这种境界，已是达到庄子曰，如同一条飞在半空中，逍遥自在，成天之正，飞龙。咱们今天学到是你得到逍遥，若学到越学越枯燥，就是哪个地方有错，就是你自己的境界不够。照理说来学到是越修越快乐。愿忏文解说曾进常一前言，院长大人盛训，惊天动地，班会开启，大忏悔班，应时应机，天草卯时领慈玉，诸天仙佛护法到齐的曹渊业，立刻奉离因果业力清算在即，张举白莲追讨可以，跪听两旁一念趁虚，知愿知道真道不欺，若真忏悔赦免无疑，故而紧张升降之际，九玄七祖一样打击，金卫兄领地设令，道坛检举检点资格，方可参与。首先虚情假意阳奉阴违者，退下去退下去。再者身心不清未立清口愿者，场外立
场外立，即刻离席。离席，离席。资格鉴定，问心可有疑。真考验真假回，真知真见真行为，真情真意真忏悔，真赏真罚真道归。问弟妹有没有罪？问弟妹知不知罪？问弟妹认不认罪？弟妹好自忏悔。佛曰：圣人过多，贤人少过，凡人无过。因此而知罪认罪，忏悔净尽，成就圣佛。二，我们尚在生老病死中痴迷吗？我们尚在喜怒哀乐中痴迷吗？我们尚在夭寿穷通中痴迷吗？我们尚在财色食睡中痴迷吗？我们尚在得失宠辱中痴迷吗？我们尚在烦恼妄想中痴迷吗？自学修办以来，尚忽作忽作，尚有骄气傲慢吗？尚有贪婪妄想？尚有猜忌疑惑吗？如此当务人务己有愧己责，心性昏庸，辜负上天浩荡皇恩。因此当发至情感，化自己的痴迷。三，时当成春来前人奉恩照，回天交旨之际，更当体会无常迅速，则无旁贷，义无反顾。针对明白中觉醒，洞悉道劫并降之因缘，积极修成消解业之功德。坚信愿行正之定力，识透道运之真机，道统真传。承继天命之道脉，传承天命真传。真修实习天命之心法，心法真传。以至理来教化自己无知。四，是指丙戊年中叩恳皇恩典祖师弘慈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大慈愿长大人特赐允许佛前悔过，在反省中反求是非对错，小于等于大于心安理得之平和，争名夺利小于等于大于推功懒过之美德，我执我见小于等于大于接受包容之良策，自以为是小于等于大于低心下气之品格，要求埋怨小于等于大于立身行持之功课，指责他人小于等于大于自我圆融之原则，以治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五，在养性中养慧的真法时，修六度万行。师尊老大人慈训，当徒儿看到花花世界，就要想到无常；当徒儿看到芸芸众生，就要想到无生。要在日常中准备无常，要在平常中活出真常，要在反常中知道正常，要在非常中修养寻常。一，以此四大方针，以道为师，以德为尊，依循道为体，佛归集合老前人成前人一贯之精神为中心思想，以真诚之心拥护追随周前人为领导体系。南极仙翁慈训，当要把道德扛在肩上，追溯道统的流长，承继夺业的恒长，当要集涵养来修的像样，酝酿教养的真理，演化教养的真善，当要将心性普放光芒，把握良心的发现，掌握自信的视线，当要用智慧应付无常，
修道智取那正法，办道会发那妙法。师尊老大人，能力要与潜力合作，才能发挥不死的生命力。业力要与愿力合作，才能发掘到不灭的使命感。发挥我们的生命力，扛起我们的使命感，布道于万国九州，实实在在，绝不孤。明调御，远离诱因，心口合一，真修实练，开创未来。青蛙的故事，生活启迪。从前有一群青蛙组织了一场攀爬比赛，终点是一个非常高的铁塔的塔顶，有一大群青蛙围着铁塔看比赛，也给参赛者加油。比赛一开始，围观者青蛙都在议论纷纷，没有谁相信这些小小的青蛙会爬上塔顶，确实太难了。他们肯定到不了塔顶，他们绝不可能成功的，塔太高了。听到这些参赛青蛙，一只一只开始泄气了，那些情绪高涨的青蛙还在往上爬。围观青蛙喊着，这太难了，没有谁爬上塔顶的。有越来越多青蛙累坏了退出比赛，但是还有一只青蛙却越爬越高，一点没有放弃之意。他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终于成为唯一一只能到达塔顶的胜利者。很自然的，所有青蛙都想知道这只胜利者的青蛙，就有一只青蛙跑向前去问他，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爬上塔顶？那只胜利者青蛙微笑不回答，发问青蛙他发现胜利者青蛙是聋子。这个故事的寓意，永远不要听信那些习惯消极悲观看问题的人，因他们只会粉碎你内心最美好的梦想与希望。任何时候总是记住你听到的充满力量的话语，因为所有你听到的或读到的话语都会影响你的行为，所以总是要保持积极乐观之心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有人告诉你你的梦想不可能成真时，你要变成聋子对此充耳不闻，要总是想着我一定要成功，展现佛眼看红尘。谢周望。一前言，禅宗云：鱼得水而忘乎有水，鸟乘风而不知有风。同理，人居娑婆世界中，不知这个有情世界是一个灵性历练的大红炉。想想多少诸天神圣、诸佛菩萨为了愿力行使以及自身的提升，均成愿再来。二开悟，慧能大师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夫子曰：得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图，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曾子也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圣贤佛菩萨他们能悟，懂得善用一切环境来精进自己、磨练自己、成长自己。古人云：学贵心悟。学佛修行重要性在于要懂得用自己的心去体悟，宇宙万法尽在自心。修行者
条路唯有深入体悟生死究竟以及烦恼根源，实相才能转烦恼为智慧，因为心之虚灵之觉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意者，则以其或生于行气，或源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人心为待而不安，或道心为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事行，故虽上至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事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在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致之。虽然修行这条路是坎坎坷坷，苦难无比，但有时换个角度去看，能戒短暂人生，吃苦磨练你的心智，成长胜过别人，这就是别人得不到的智慧所以胜。人才讲患难可以验出一个人的人格，困穷可以显出一个人的气度。要知道顺境中易迷失自己，逆境中才能警惕自己。所谓居高易轻，居功易骄，此为修行之大病。修行要懂得道在苦中求，欲不着不成器，见不磨则不利，没有秋沙冬藏之逆，那来春生夏长之荣。同理修行若无艰苦卓绝之逆行，何能开创万八圣业。三红尘之谜，现今修行者安逸中常忘记自己之使命，以及容易流失自己光明的自信，为有静流中才能集出美丽的浪花。人有时候吃点苦才能圆融你的心性，增长智慧，那并不代表苦展现慧眼看红尘。其主题是告诉我们，开启内心深处无穷智慧，在面对红尘俗世，才能保持心的沉静，不去求，不去妄想，尽自己本分，演好自己角色，人间处处是净土。现今修行者只懂得规划人生方向、道路方向，而不懂心之方向，怎会开悟呢？唯有往内扎根，开启智慧，接纳一切因缘，用平等无私的心去修办道。四修道修心，修道修心即是把自己的心摆平。想想大海如果出现乱流漩涡，会使一条船沉没。同理人心常起伏不定，易产生颠倒错乱，会阻断慧根，让修行失去方向。世间烦恼数不尽，世间心事诉不完。在悟者的眼里，烦恼就是菩提的资粮，心事就是修行的借镜。化烦恼为智慧，才能转境，才能调伏内心深化的无明。五气无明，古德云：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称心起时细思量，习下入火最吉祥。要知道明与无明全在智者的判断。所谓心中有佛天地宽，心若执着三界窄，修行要懂得多一分慈悲，少一分嗔恨，多一分宽容，少一分计较。人心多从动出失真意指，人的心灵大半是从浮动处才失去纯真的本性。
现今修行者打着修行招牌，披着修行的外表，但是心有千千结，烦恼挂碍一大堆，心随境转，随业又走上另一个轮回。修行要懂得跳出心灵枷锁，用智慧心去观，我们因业而来，也要集业磨练自己，精进自己，集业来跳出生死轮回。古人云，如果没有开悟，彻悟本心，任何修行都称之为方便。一指修行如果没有修入根，气入心性，那么表面上那些习惯性参班听法，习惯性念经坐禅，习惯性度化众生，都只称之为方便，唯有开悟后才是真正进入究竟修行，才知修行大方向在那里。要达到究竟解脱，这个悟是相当重要的，唯有这个悟才能关照到自己身心不自在的地方，透过人世间的磨练，佛法的洗练，才能展现自我佛性。六，展用慧眼看红尘。展用慧眼看红尘，有如眼睛的瞳孔一样，看到什么就能容纳什么。修行若能以佛平等无私的智慧去包容天下众生，还怕成不了道？所谓佛心，就是时时清醒冷静，时时对他人起慈悲心，时时宽恕别人。学佛最怕的是不能改掉过去偏执陋习，却加深一分执迷不悟，迷上加妄，肯定入魔道。《金刚经》云：“如来者，魔所从来，亦魔所去，故名如来。”亦指真如佛性，本是无相之自性佛，亦即般若实现，放迷六合，充满虚空法界，退藏于密，在自性中悟时来来去。心静则见佛，心垢则不见，唯有往心性下功夫，真正达到自净其心，如来自在眼前。自性本来清净，无畏无苦无烦，圆融无碍，故魔所从来，亦魔所去。结论：西方路途虽然远，唯在修看至有恒，不怕慢来，只怕站，不怕不到，怕不行。是上自古无难事，为难苟安乃俗情。丈夫有志超天地，克难之事在京城。一位修道士要达到大彻大悟，才会法轮常转，慧根永明。众生所患的毛病是推背作用，一推一动，不推不动。六祖禅师是过来人，他说迷时失度，明了自度，曾为此句作注脚。人生哲学，苦海编辑部。世间怎说是苦海？现在这个世间，人智大开，文明日进，百工俱备，器用日新，千奇万异，巧夺天工，何物不有，何事不足？到处山明水秀，花月楼台，千般佳景，万种风光，明明都是花花的世界，处处都是锦绣的江山，怎说是苦海呢？耳如不幸是观世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三教九流，公子王孙，梨园子弟，托钵盖儿，谁能保得千日好，一生免了百岁忧呢？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
但是为国为民，内忧外患，日夜汲汲思维，未尝有一日安，日日长呼短叹，虽山珍海味，罗列门前，终是苦不能下咽，此非苦海而何？公侯将相，官高位重，世上皆下，他每日的起居动作，处处还要如临深渊，步步如履薄冰，终岁战战兢兢，举世忧心耿耿，这不是苦海吗？田园万顷，大厦连云，家财万贯，未可如山，心为利欲所驱，身为财神所使，东奔西跑，昼夜奔波，争名夺利，招惹是非，他何尝有一日无有忧患在心呢？权贵当家，上且如此，其他三教九流，贫穷乞丐，更不待言矣。总而言之，尊有尊之为，贵有贵之险，富有富之忧，贫有贫之患，谁能得一日无事而做小神仙呢？不论地位高低贵贱，住居都城市四乡村角落，总不能逃出这个忧烦苦闷的国外，故曰世间是苦海。苦海何来？什么谓之苦海？苦海在那里呢？原来这苦海是无有形象处所可以观的，亦无有一定之广狭大小可以言的大事大智，无有边际的小事小智，一步可以登彼岸的。因为这苦海是由于人心妄念自造出来的，就是在人人之方寸宝田中，要大要小皆可从人之所欲，放大时则无边际，一生找不到岸的，故终身落在苦海中，随波逐浪，不能登彼岸。收束之，可以纳诸芥子中，一步便可超出苦海。这各苦海，人人人私有的财产，除了圣贤仙佛而外，不论谁何都有的，只因人心离道已久，本心失真，莫辨是非真假，遂自认苦海为福田，以为必争之地。所以越权责，其苦海的领域便越大，越豪富，苦海就越广阔了。因为强横的人为要争名夺利，世事凌人，千方百计施其狡猾的伎俩，侵占他人的境界。他自以为要扩张自家的福田，却不知反而把苦海的区域伸张起来了。弱小者心有不甘，亦自团结起来与他们相抵抗，那之真的不是福田，却是苦海。所以这世间遂变成苦海争夺战的战场了，越争越纷乱，区域境界越分不清，终至人有些觉悟起来，遂把各私有的苦海财产提供出来，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世间大苦海，共赢的有限责任的大公司，自数百年前以来，各股东互相努力，开疆拓土，业务可算长足的进步，成绩颇有可观。自数十年前已经开始红利的分配，虽有数次实施，但还是属于预告的小规模的配当而已。例如雷劫之频凡风犬之怪异，风灾水患，瘟疫瘴气，
革命节、赤化节、扫灭节等等。若要正式的配当，须待将来小混沌大开幕、大浩劫降临的时候，那时自然按照个人认股多少的实际公平分配，绝无徇私，绝无遗漏的。但上天非是泯人齐，道将士道德崇光，有先见的人明了圣理正道，发现了方寸宝田，心机一转，把从来的心思念头调转过来，把所有的事欲趣味一遍看作冲淡了，贪名图利的心亦便未有了，把富贵功名亦视作浮云，虚花假景亦知是幻泡影，渐渐知道这个世间乃是一个迷魂阵，太极图不是酒炼之乡，苦海迷途的生意，实属破家丧命的死路所决然把苦海公司的股权放弃，毅然脱股者颇不乏人，公司自然发表声明退股人今后已经无有权利可以再受配给了，所以近年来苦海公司的社运渐渐陷入衰落的景象，他日若再经过一番小混沌以后，这苦海大公司不炫种也要遭打倒闭的机遇，这是可以预断的。盖因人人若经过这小混沌受了意外的配给，枪林弹雨、炮片、暴风、死伤、决意、水火刀兵等等，当的猛醒，自然悔悟从前错用心机，本为求名、求利、求福、求寿的打算，殊不知反惹出这样可哀可怕的结果。大失所望，惊骇欲绝，不用说，还有人要保留这样财产吗？股券自然变成废纸，还有人希望吗？只好把自家的苦海废墟把它抚平起来，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到那时苦海公司还不倒闭，更该如何呢？从来爱河本与苦海相通，苦海原是与地狱毗连的，孽海市场的繁华都是来自爱河的顾客，地狱里这些主顾都是由于苦海中来的贵宾。苦海公司既告倒闭，苦海既已填平，交通路绝，顾客绝迹，地狱也就无有人问津了。十殿阎君也要回归天庭，享受极乐的天福。从此以后，爱河苦海也填了，恨天怨府也补了，地狱也归于无何有之乡，阳世化为蓬莱仙境，依于圣哉。愿勿以私言为何汉，私可也已。转载文章义和盛唐活动概况，编辑部一活动预告，月日年暑假国中国小成长营二天二夜，月日秋季班，月日清口班，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人才在教育班欣赏，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重阳节特别节目，月日冬季班，月日大小状元读经会考。二活动概况，月日二天二夜举办暑假大专高专成长营，
月日举办读经老师在教育，月日举办秋季班，月日举办年暑假国中国小成长营，月日举办亲口班。本刊宗旨：道观古今赖人弘继往开来唱道统，一心度众脱苦海，终身舍己法周称。阐述道学先天解仙佛圣训讲分明，化人心止于至善，恢复本性回自然，净化世界为清平，促进世界为大同。编后语，编辑部李凤英。前贤有了因缘果报，使然积了因智，得以度仙，真难得。否则要度气天神。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当时社会经济萧条，谈何容易？新一老前辈们远离家乡到台湾开荒，实值得敬佩。台湾一贯道有今日之盛况，皆仰赖这些前辈们的牺牲奉献打下的基础。而今身向国外开荒，有八十多国家有道亲在为道推展道路，净化人心，促进世界大同，则其愿望指日可待也。健全修道心，淡化凡情事，使能在科技昌明，人心贪婪，而是衰道为劫难。平人的末世里，静心见行内圣外王之修持，代天宣化普度有缘，拯救九六原子，以实现弥勒净土家园，完成大同世界及白羊修士之使命。修命者及白羊修士，修道人有生命、宿命、性命、使命及天命要修。生命是人的一生，俗语人生难得，六道轮回万八年，而今所得人生，是受因缘果报之牵缠，影响到个人一生之盛衰，甚至寿命，此谓之生命。人之生命如上述，但后天的行功立德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佛菩萨也需要在凡间修持时能成道，所以凡人要立用此宝贵的生命，虔诚全力修办道，以消障除业，行功立德，才能了命。性命即自性之命，在此言使命，是指修道者必须履行的任务。白羊修士是先得而后修，所以首先要人度我，我度众人，以慈悲为怀，吃斋保健康，不怨天尤人，内功外王福慧兼修，参与修办道，不失行功立德，代天宣化，替天行道，凡我白羊修士皆负有此使命，应负起责任，不但自己了命，也要携天下有缘人一起净化人心，拯救世衰道为劫难平人的末世，已进入大同世界。天命是天师之命，点传师奉天命办道救度庶民，凡我道亲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不分彼此，应合力协助完成办道任务，以达成天命。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堕落红尘，无不迷失于红尘。五祖云：是人生死，是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救？在此苦
海无边中迷失者自乐，不懂自求无生无死之境地。而今白羊三奇道降火宅，我们一贯弟子要看破红尘，多学习修道，修心办道，静心大彻大悟，领悟善智时，以利自度度人，代天宣化，替天行道，促进大同世界之早日来临，以完成白羊天使之位。大使礼，注印大德方明录一，现今部分廖世豪一本，杨长寻一本，杨长贤一本，李奇伦一本，李一伦一本，叶文峰一本，叶兆安一本，叶红景一本。十九，一合双月刊第十九期目录年月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五之一，金刚经编辑部，先佛圣训，民国年一和圣堂天人合一般编辑部，李世常加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王昆德。教育是明日的希望，陈弘真。清心好修行，陈春来前人成道周年纪念专辑。伟大可敬的陈前人后学陈伯莲。历代祖师介绍。第十五代祖师孔子王子，道学研究，易经研究易经四传班、终极班，续卦传上篇第二至五卦陈永弘，无极真空真空妙有编辑部，针对反省中反求，针对养性中养贵周镇山。道学用语词汇里一章，人生哲学养生之道里一章，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先佛圣歌和实惠图儿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义和圣堂宗旨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五之一，金刚经编辑部，法会应由分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城指数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两百五十人聚。二，时世尊时时者依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于其城中次第起意，还至本处饭食器收衣钵，洗足以敷坐而坐，善现起请分第二。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昔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汝今谛听，
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大乘正宗分第三。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的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妙行无住分第四。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我所住行于不施。所谓不住色不施，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不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不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应无住相不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如理实见分第五。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正信稀有分第六。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深实信不？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的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谓着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无的无说分第七。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
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圣贤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依法出生分第八。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一相无相分第九。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我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亦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得无证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庄严净土分第十。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身清净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应我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生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无畏福胜分第十一。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
是诸恒河沙弥未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时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的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浅福德，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未有佛。若尊重弟子如法受持分第十三。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我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称，是谓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离相寂灭分第十四。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昔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未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
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未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人汝波罗蜜，如来说非人汝波罗蜜，是名人汝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割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劫劫之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甜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人汝仙人，于尔所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应身魔所住心。若心有住，则未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不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萨，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施，如人入暗，则魔所见。心不住法而行不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先佛圣训，编辑部，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岁次丙戌二月十一日，义和圣堂天人合一班，修养如空谷传身，容止若虚堂席听，道学寺渊尘取印，动静油画彩仙灵，方人皆得见名利，大我且行正表明，真相引客念作甚，端倪由之道修成，吾乃恭常祖奉知命至佛宫口，容再问爱徒修道可有始终。一、针对觉醒中觉悟，从生老病死中修成苦集灭道之入门，从喜怒哀乐中修成慈悲喜舍之精神，从夭寿穷通中修成福慧双全之缘分，从财色食睡中修成功德善果之积分，从得失宠辱中修成情爱无常之为任，从烦恼妄想中修成知足常乐之单纯。二、针对明白中明理，从天灾人祸中修成道劫病降之洞悉，从因果业力中修成消冤解孽之积极，从佛魔一念中修成信愿行正之定力，从光怪陆离中修成道欲无畏之真机，从代代相传中修成天命不居之成绩，从千万法门中修成个人因缘之实习。三、针对反省中反求，
从是非对错中修成心安理得之平和，从争名夺利中修成推功揽过之美德，从我执我见中修成接受包容之良策，从自以为是中修成低心下气之品格，从要求埋怨中修成立身行持之功课，从指责他人中修成自我圆融之原则。四、针对养性中养慧，从贪得无厌中修成能舍不失之胸怀，从邪恶淫乱中修成操守持戒之清白，从嗔恨怨对中修成含和忍辱之能耐，从懈怠退缩中修成勇猛精进之人才，从纷扰诱惑中修成生活淡定之主宰，从愚昧无明中修成灵妙智慧之顿开，修道这人生真真假假爱之影，不通向眼气牵缠莫煞，实在来修持一定吗？会感觉趣味，越深入越妙，心越会定，修道这人生简简单单卡快活，烦恼的带至生死上大，成功的意义第一就是完成自己，越考验越真心越无惊，颠颠倒倒的世间有输有赢，用情是应该里脉拆散，捉准宗旨本来到作伴，对着良心免看吗免听，修道这人生认认真真好来走，一路走到尾猛无变卦，培养出气质身家心随时有准备，越平常越好心越认命。雨季修道人生，调剂海海人生，引词嫁别爱徒返天交命。白话圣训，一年的开始要有生气，一般的开始要有道气，徒儿们恭喜恭喜，修道可有成绩，徒儿都坐下，甘道徒儿起立告诉为师，徒儿有在修道吗？坤道徒儿也肃立告诉为师，徒儿有修了多少？都坐下。二目手悬，心里默念，手抱合同。徒儿们都坐正了，二目手悬，心里默念，手抱合同。写训文。此时此刻徒儿们可有依旧在二目手悬？此时此刻徒儿们可有仍然在心里默念？此时此刻徒儿们可有仍然在手抱合同？徒儿啊，修道非不顾一切的在二目手悬，修道非我所听见的在心里默念，修道更非没有作为的在手抱合同。徒儿们坐正放自然，重复为师所说的话一遍，修道非不顾一切的在二目手悬，修道非我所听见的在心里默念，修道更非没有作为的在手抱合同。故而在徒儿二目手悬的同时，可能看到为师戒窍的身影，在徒儿心里默念的同时，可能听见为师参加的声音，在徒儿手抱合同的同时，可能起而立，有所动静。三宝是无上甚深为妙法，到底还是个法，故而才有称为三宝心法。三宝心法，法是为接引众生而需要，法非束缚众生而困扰。
修道不在文字上表面的定义，修道是在文字下里面的用意。故而在刚刚徒儿运用三宝的同时，可能体会到文字里面的用意，而非表面的动作行为呢。徒儿啊，若修道没有确切的方针与目标，谈到是枉费，听到也枉然呐。为师对徒儿的心，就如恨铁不成钢，难得走上白羊修行路，岂容许渐行渐远，越修越偏呐。在为师时代，以炉会考验，修与不修，但看智慧深或浅。现今时代，天何人苦口婆心劝，修或不修还归咎于因缘。说到因缘，是累世修来的机遇，是一世修成的根基。徒儿都有吗？徒儿可知道这机遇和根基？徒儿都有吗？接下来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修。徒儿别再忽视根基而爱修不修，徒儿别再错过机遇而不得好修啊。徒儿更莫埋没根基而只言自修，多少徒儿一遇考验就只会说在家自修，多少徒儿俗事一忙就说没时间修。徒儿啊，若修道是在顺心时候才修，有空时候才修，又何能试探出修养，又何能体现出修为呢？所以为师希望在基本上要做到三不离，修道三不离。徒儿啊，何谓三不离？回答：不离佛堂，不离经典，不离善知识。徒儿记住了，今日为师在叮咛徒儿各三不弃：放弃之弃，离弃之弃。第一，不弃情；第二，不弃理；第三，不弃法。用智情来感化自己之痴迷，用智理来教化自己的无知，用智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故而除了三不离，徒儿啊，三不弃呢？修道老老实实，实实在在，这条简单的路，徒儿学习走上好否呢？好，徒儿好否呢？好。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方真为师定，功夫个人凭。再一遍，徒儿啊，修道但靠功夫呢？徒儿可要练就一身来应付，好不好？好。再依次二目手旋，心里默念，在手抱合同。徒儿啊，二目手旋，心里默念，手抱合同。给为师各分一张白纸。甘道徒儿起立告诉为师，徒儿有在修道吗？坤道徒儿也肃立告诉为师，徒儿修了多少，修了多少。徒儿都坐下，此刻是好的开始。徒儿啊，咱们撇下过去，把白纸领取一张。白纸譬喻成徒儿的身和心，既有心来入班，就从此刻开始修，好不好呢？在为师喊停之前，希望徒儿用心将此白纸修成。无论用何方法，在为师喊停之前，徒儿将白纸修成圆。徒儿开是吧？写训文。徒儿们停，有的徒儿我执我见，觉得不可能修成，而不曾动手，
有的徒儿努力过，觉得难中途放弃，多少徒儿听到为师喊停才停。本来自信清清白白，落入后天，长了脚，有伤害，有斗争。徒儿说：“该不该修呢？”“该，该修，为何不动手啊？”一，张方指欲要修成圆，徒儿说：“难不难？”徒儿说：“难不难？”“难，难也得修的。”徒儿没有用心，没有努力，没有试着，又怎会知道不可能呢？凡夫俗子欲证成仙佛神甚可能吗？可能。徒儿说：“可能吗？”一张方纸修成圆，徒儿啊，可能吗？可能。再给徒儿一个机会，徒儿啊，将手上方纸修成圆，无论用什么方法。当徒儿无名起来的时候，总是忘记修；当徒儿固执的时候，总是没耐心修；当徒儿有心想修成的时候，就有可能修。徒儿啊，修成圆的，修成圆的。徒儿们听，莫后依着，再不修等何时呢？机会不是为师给的，是徒儿自个儿争取的。有哪个徒儿手上的纸已差不多圆形的举起来，手放下，既然懂得将整张纸卷起来成圆，在现实中修道，徒儿可能会做到委曲求全哪？既然有智慧将纸折成善念成圆，在现实的修行中，徒儿可能活泼应变哪？上天要的是徒儿一颗真正修道之心，无论成果不够圆，不上圆满，至少徒儿已经迫切地想修成圆了，是否呢？是，徒儿啊，修道要很长呢，非是修一年两年还新鲜，三年四年看看自己可有修的庄严，五年六年可还有战战兢兢之心田，十年上下可依然提携后学，尊敬前贤。修道重要有三，重经线，重真理，重礼节。此三点徒儿要好好用功夫呀。徒儿听懂话吗？懂。今日为师提出修道方针，针对什么呢？说觉醒，徒儿是醒过了，那这觉醒能延伸到觉悟吗？说明白，徒儿一时听得懂，但是明白人情世故呢，还是明白自信真理呢？说反省，徒儿也会反省之后呢，再犯吗？再做吗？古圣人不贰过，这是修行之功夫呀。在道场若干年，或许徒儿自认为多少有点修为，但徒儿的这份修养能在有事情、有问题、有考验的时候依然存在吗？多少徒儿没事的时候似有修，有事的时候，师尊重重一叹，故而君子必慎其独也。人前人后，人多人广，修道终归是自个儿的事。徒儿听得懂话吗？把正坛诗念一遍。修道功课非止一次，分分秒秒不断修不进修。今日徒儿脾气好，不代表有修养。
二六十中途而都没毛病才算有修，故而要不断做不断修。徒儿啊，好不好？好，好，再来一次。徒儿将手上白纸，不论用任何方法修成圆，写训文。徒儿呀，停。甘道徒儿起立，告诉为师徒儿有在修道吗？告诉为师徒儿有在修道吗？有。坤道徒儿也肃立，告诉为师徒儿有修了多少？徒儿有修了多少？都。坐下，徒儿啊，修道要越修越无我，悟要越修越忘我，修道要越修越真我，悟要越修越自我。徒儿听清楚话吗？这条路不容易呀，这条路难啊，但是难也得修是不是呢？是。好比徒儿手上之白纸，或此时此刻已让徒儿糟蹋的不成样，但这是修的过程，只要徒儿有心修，终会圆，是不是？是。纵不够圆，也是差不多了。今日批示修道方针，望徒儿由浅入深，由深再行深。记着，修道非在文字表面之定义而已，修道是怎么样，是在文字里面的用意是不是？徒儿记住了好不好？一般的开始，为师先来给徒儿叮咛了，唯恐徒儿忙无目的，忙无目标，坐着听到。有听等于没听，说要修道，时修时不修，这岂不辜负因缘机遇还有根基呢？徒儿们，看重自己好不好？好，继续修，非是此刻修而已，是要此事修，是要此事修那。徒儿听懂话吗？懂。班还继续为师不多呆，望徒儿好自为之呢。李氏常加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王坤德。第三届亚洲素食协会年会 F 致辞。各国与会贵宾，各位一贯道道场前人，点传师及同修大德，大家吉祥平安。欢迎大家莅临与会，共襄盛举。亚洲素食协会为世界素食组织的重要成员，致力于推广素食、养生、环保的主体意识，期望借由这样的观念使人类身心灵提升，在地球上可以与所有生物永续发展。这种明智而宏观的理念，与中国儒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仁爱思想，以及一贯道道的宗旨意涵不谋而合，值得敬佩与推崇。近十几年来，全球吹起素食风潮，茹素成为全球的新时代潮流，也是未来自然的趋势。一贯道向已致力于素食的推动，更提倡健康素食，近六十年来的努力，在台湾造成了素食的被重视与被肯定，以及素食餐馆到处林立的景象，这是国人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事实。随着一贯道普传海内外80个国家的运势
素食的推广也随之遍及世界各地，与全球素食风潮相应一气，相信在无形中对于地球自然生态环境的保育，对于全世界人类身心灵的健康，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助益。素食 vegetarian 的字源来自拉丁文的 vegetus， 意思是完整的、新鲜的、生气蓬勃的。吃素令人健康，少病易瘦，这是毋庸置疑的，也已经得到许多科学医学方面的验证，在身体方面是治病的，在生理上是防病的，在心理上是却病的，在性灵上是消冤解业的。吃素令地球健康，回归清净自然，这也是毋庸置疑的。面对全球暖化，北极冰层融化，稀有动物逐渐绝迹，环境严重污染，许多贫穷饥荒国家等等的危机，实在有积极提倡素食，珍惜环境，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生命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若为身心故，荤腥皆可抛。为了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必须选择素食。而素食的健康与否，最大的关键与效益是这颗心。伴随着一颗善良、慈悲、喜舍、快乐、欢喜、知足、感恩的心，素食才是健康的，才是身心灵均衡的健康。让我们有志一同的为自己、为全人类、为这个地球的健康而努力推行健康素食。此次年会活动精心设计，包括有论文发表、烹饪教学、小组对话、素食嘉年华、到场参观等等，多彩多姿，相信各位必能从中获益良多。景象神威天台山道场以及所有幕后奉献心力、热忱服务接待的前贤大德，至上衷心的敬意与谢意。敬祝大会圆满顺利成功，最有智慧素食的您，法喜充满，菩提日常，智慧更增。摘自一贯道总会讯息，南海古佛慈训，心怀仁慈可涵养太和之气，心田刚直可涵养真护之气，心静豁达可涵养浩然之气，心湖湛净可涵养纯如之气，心性坚毅可涵养浑厚之气，心思优雅可涵养飘逸之气。教育是明日的希望。陈宏真，马来西亚总会万人读经会考贺词。天下杂志于23年教育特刊中指出，念一世纪教育，世界各国将以品格教育为重点。198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召开面向念一世纪研讨会，特别指出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挑战会是念一世纪人类面临的首要课题。因而世界各国纷纷研拟对策，从改革教育寻找出路。而新世纪的教育让学生品格变得更好，比让学生变聪明来得重要的多。
塑造积极乐观、品格高尚的好公民，成为各国教育上的重点。一贯道推广的读经教育，正是父母协助孩子培养迎向未来能力的极佳教育方式。读经教育是老祖宗传承的优秀教育方法，被遗忘了将近百年。早自2500多年前，孔老夫子教导子弟以诗礼传家，读经教育一直是华人传承文化启迪智慧及陶冶人格的最佳教育方式。今日我们如获至宝，重新在经典教育中找到现代教育的新希望。因此从小让孩子熟读四书五经，趁着心灵最纯净、记忆力最好的时期，接触最有价值的经典作品，在幼小的心灵中不断的反刍、发酵，潜移默化，成为一生高远见识、优美人格的活水源头。在读经过程中，不但能训练记忆力，收束儿童的玩动心，增进专注力、学习力、理解力、表达力，提高中文说话、阅读、写作能力，并进而带动外文程度的进步，更可以在默默之中启发他的人生智慧，促成人格的全面成长。而如何进行良好教育？一、早期教育是一生的基础。古语说，三岁看大，五岁看老。人生之幼稚期，即为一生智能与人格、体格发展之关键期。要培育良好的下一代，必须从婴幼儿开始，甚至从零岁胎教开始，这是当今全世界教育家的共识。幼稚教育、早期教育已渐渐成为念一世，即各国的施政重心，成为天下父母的关怀所在。二、文化教育及慧命传承。中华固有5000年的文化，先人智慧结晶、历史文物记录，都在经典上留有慧命的传承。尤其各家经典涵盖宇宙万物、人物思想、人伦道德等字字珠玑，文笔优美，值得现代中国人引进幼小心灵的儿童教育之中，传承古圣先贤淬炼的生命智慧。三、潜能开发。儿童的学习潜能无穷，如能善加开发，则能涵养其人生品格，奠定一生的优雅心灵智能，让下一代成为心地善良、才华洋溢的人，此乃从事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远见与职责。四、推动全方位的教育。全方位的教育观念，以生命为中心，并兼顾社会文化的教育。所以教育的内容，除了一般的艺能游戏、生活训练外，更应顺应儿童的学习特点，以具有内涵的教材，在自然而满怀欢欣喜悦的教学中，默默地扎下文化根基，为他日高度的人格教养、艺术情操、思维能力、积极的自学自发能力，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五、经典的深度陶制，给予高度内涵的教育理念，称为经典教育，或称读经教育。
先以中文读经为主，并旁及外文读经、音乐读经、美术读经等内容。经典本来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天地永垂不朽的作品，尤其是中国先哲的经典，其中有精湛优雅的语文表现，有安身立命的智慧流露，期待儿童从经典的长期陶制当中学得一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六、涵养先贤典范。翻开中国历史，大文豪欧阳修三岁时，母亲便以儒狄教导写字，学习经典。范仲淹四岁时，也由母亲开始帮他启蒙教育，还有许多成就非凡的圣人贤哲，如孔孟、韩愈、柳宗元、黄庭坚、白居易、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等人，无不是自幼从两三岁时便学习认字、读诗书、经典，不满十岁便能吟诗作词，这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了中华文化中最优良华美的经典文物，四书五经、文学作品等，大量读诵，记忆烙印在脑海中。结论：当读经教育在海内外蓬勃发展时，已逐渐彰显复兴中华文化之大气象，实现老安少怀，晚化人心于良善，造就全人类之福祉。相信读经教育将是念一世纪印时应运，符合时代潮流，创造全民最大利益的需求，因此读经教育的内涵是以最富深度与价值的经典为教材，以熟读人心、深入潜能的教学方法，在最具潜能开发与智慧开启的童年黄金时段，给予最实效的生命关怀与厚植实质生命实力的培育与扎根，这份成效不单是一份希望与理想，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见证与结果。编案陈老前人于民国97年元月6日功德圆满道成礼天，在此致上最高追思，摘自一贯道总会训旗。